有这么一名选手，出道即巅峰，职业生涯未尝一败，而且拥有冠军皮肤。他就是 LPL 唯一的百分百胜率的传奇 AD，IG 王校长。IG 在已经确定季后赛的名额的情况下，王校长注册成为职业选手上场比赛。在当时的规则下 ，LPL 还没有对选手有分段的要求。于是乎，在 IG 对阵 VG 的比赛上，就有了 JKLOVE 辅助王校长 AD 的画面了。比赛开始前，王校长很开心，毕竟这是第一次打比赛。可当比赛开始后，他就被对面打野赵信捧得开始怀疑人生。上山赵宗在此，这个位置校长还有一个旁边的莫格拉，应该是没有办法跑，走不了了。想去推二了，但是这边在埋伏校长，哇，这边游荡再一次，还想追，有一个双 buff 的一个 EZ 作战能力很强，但是校长在封着他。如果有一个赵信，好烦呀，不想玩了。和真正的职业选手相比，王校长显然还是差了很多，多次出现下饭操作，天神下凡的皮肤愣是打出了天神下饭的效果。来这一波，危机直接动大龙，打的速度还可以，进这边诺起一个大招，应该就没有用。对，但是好像稍微短了一点点。满血加入战场，卢比又闪现上去，收掉了杰斯，用一丝血硬把对方给击倒。这一个 A W 没打中，没打到，而且这边已经校长又被选上了，还差一战呢。A 不出来呀、啊！最终，在队友的强势开水下，王校长还是愉悦地赢下了比赛。而在比赛结束后，王校长直接原地退役，从此成为了 LPL 唯一的一位百分百 AD 的传奇选手。你们觉得王校长的真实实力大概在什么分段呢？